我今日會教你整呢個英文字母 B 嘅。咁咧，首先咧，我哋咧就要排14次嘅。一直排到落尾，我再話俾你聽點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咁我哋喺呢度排多两次，1、2，咁跟住咧，我哋喺度整 cat back， 转两次就会见到有4个小圈圈啦。咪見到3個小圈圈，就咁樣咧伸入去，不停咁樣勾咧，一路編織到做尾嘅。我将佢全部拉住，跟住薄喺呢度，伸入去将前面嗰一条，咁咧，咁跟住我哋摆喺呢度先，然后搵有第二支钩针，咁我哋喺度就排，排9次、10次左右，咁我排9次，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咁我排9次啫。咁我哋就将呢边咧，咁样套喺呢度，咁样先，跟住咁样咧，呢3个小圈圈咁样摆呢度。跟住咧，我哋是但喺中间度攞一条，然后套喺呢度。跟住我哋伸入去嗰個4个小圈圈度，咁啊當我哋夾力咁啊穿入去擺喺前面，咁樣不停咁勾編織啦，咁好簡單嘅編織動作。咁我穿入去啦，攞一條橡筋，然後鎖死佢。咁我哋整一整佢先，將個安全帶收埋咧。你個咁靚嘅 B 咧就整完噶啦。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嘅影片嘅話，就快啲去訂閱啦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